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来，欢迎支持大家好。咱今仔又到了拜五哈，拜五就是咱吴国安老师在甲咱台湾七金碗的时阵啦。啊，咱啊，因为顶礼拜哦，咱在讲迄啰，咱台湾有一个台湾国伫迄啰日本受到因天皇的迄个温准底下咧起一间这个台湾国。啊，吴老师用这个吼，甲伊照着一个这个故事吼，啊，落去甲咱咱海内外乡亲时代来这个分享一下。啊，咱节目吼，因为时间的关系，还佫有剩淡薄啊吼，咱这边吼，咱就甲伊讲好头就对了。嗯嗯。嘿。啊，大概啊，迄个讲者讲，咱顶礼拜讲到底啊。啊，顶礼拜就讲甲吼作者讲甲淑芬玉置新出插头吼啊，袂记。即个新竹区吼，要去新竹区看台湾国吼，啊，就为倒会去坐车，啊，到倒到倒到倒去甲新竹区遐小等，啊，迄个小伙子个字遐吼，啊，小伙子穿一件什么衫裤，西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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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对，苏格兰啊，苏格兰，苏格兰鸡啊，鸡啊，鸡啊，滚啊，吼，啊，塔一件迄个阔白色的风衣，吼，安尼，咱都讲到遐就对了吼。啊，恁国行的，啊，一路行，讲因查某囝，讲因后生，安尼吼，讲后生，讲查某囝，安尼吼，啊，行行来到这个，已经行来到这个，这个游园吼，游园吼，啊。底下店吼，有一间药院内底吼，药院内底就是药院内底头啊，讲有一个叫做烟花啦，吼，烟花，烟花去一个草埔啊，啊草埔就小路二就有看到，吼，啊看埔啊遐的台湾国，哦台湾国，啊台湾国头前吼，彩的牌啊，讲是咱台湾人，啊感谢吼，感谢伊的德政。感谢日本人甲咱统治，甲咱统治的迄个德政，吼啊，起送予日本皇帝，即间台湾国，伊彩的牌啊，安尼写，吼啊，哦，咱顶下都讲到这里对啦，吼，啊，咱即马剩一块啊，咱讲煞落去，吼，哦，啊，即马咧，即张文内底安尼写，台湾国啊，台湾国，吼，台湾国啊，台湾国。你承受台湾人的体力介绍，吼，就是台湾人的体力。踮伫他乡异地，异地，他乡异地，吼，静静看着明治死去，吼，啊，这个看昭和死去，你敢知影？蒋介石嘛死去啊，死去啊，吼。就是作者咧，甲台湾国讲，一台湾个头前讲，啊，蒋介石嘛死去啊，啊，这敢那是啊死吼，拢死去啊，拢死去，拢死去啊，吼，啊，再过来即句啥，万物吼，万物加魂，万物加魂，加迄个毋是即个血魂啦，加血魂的头章。哦，头髪不甲白白，你白起，你白起，啊，白乌啊，啊，就迄个，刚刚流啊露水，啊，佮刚刚要落雪进前，迄落茫安尼，你白起，吼，咱来等，咱来等，啊，咱来等，就是讲甲台湾哥讲，叫咱的台湾哥，等来去，咱的故乡。故乡的红旗，即嘛，珠珠啊！那这就是，这尾站就是一首诗嘛，对不？这篇文安尼结束，吼，就是万叹讲，咱红通地那个起一间去甲人写多些，啊，当咱都日本人啊，战败回去后，啊，咱煞放一个台湾歌，点点在遐咧。你好，他方一立的，你好，声色党的，嘿，啊，真唔知啊，搁伫咧，啊，伫咧，啊，伫咧，无甲伊讲掉，啊，伫咧，啊，不然日本人未甲讲掉，啊，日本人伫咱台湾这，互国民党喊了了去啊，啊，那是咱台湾人真遐，
咱台湾较高义啦吼，较好多啦。啊，那是韩国吼，老早就甲断断去落啦。对啦，对啦。哦，啊，但即番我记起的我，就是讲以后的啦。我有去看吼，啊，来迄块牌啊吼，迄块牌啊，讲送予日本皇帝安尼，吼，迄无落啦。哦，你不能改下过啊，系啦，哎，刚才说是台湾歌安尼尔，哦，啊，诶，故事变唔敢讲啊，无迄个故事咯啦，哦，对，啊，这篇文就到这，啊，恁后回再搁找看，若有较好诶文章，较对咱台湾较有迄落诶，嘿，咱再过来讲，啊，即马一只一站内底吼，大概讲较歹写啦吼，台湾歌啊，台湾歌，哦，这都用汉语都讲好笑，好，讲好笑。你承受台湾人的体力，承受承受啊，吼，迄嘛是有法多写啦，吼。哦，点地他乡一粒，这个点啦，点，嘛，这嘛是点，不是点，点，哦，点就在啦，吼，点，点地他乡，哦，点地他乡，点地他乡。点那汉语嘛是有人主张讲写安尼啦吼，好，有人主张安尼啦，点地他乡，对啦，点的，对啦，点的，啊，不是点点迄个点哦，对啊，有人是，是点，不是点，在，在，有人写安尼，哦，应该嘛是会使啦，这里电脑拍出来啊，对。但这里就是较偏离啦，哦，就中文内底都绝对袂用到偏，或者偏离啦，哦，啊，咱台语来讲，这里点字爱足怎么样个啦，哦，啊，但是讲那不爱认同这里汉字的时阵，对个，写罗马字，哈，罗，啊，安尼较简单呢，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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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看到不是看着呢，不是哦，看到是看到啊。哦，看。看到你看你这高啊，你看着狗不是啊？哦，看着看到是看到，不是看着。嗯。这是台湾，你写台语文，台你写台语文的人足侪误解，叫你讲看到是看着，唔对，看到是看到，加到吃到。拍到是打到，这个对，啊，这不是问题，有一项啦吼，问题就是讲，看到，吼，啊，过来，看到，看到真鲜，看到真新鲜，嘿，看到真新鲜，安尼吼，你看到，啊，个看到，吼，你声调无同啦，对啊，那迄个就声调来讲是分得清，声调无同，啊，那写汉字嘞。一般拢写这里，讲这里，一般拢讲这里。一般的人拢写，这嘛哈。对啊，对写，住着拿着，写这里，好。啊，过去是写呢，啊，这里你即马是在台语应该是不讲，啊，但是中文是讲你啊。中文是讲共音，伊遐是讲着注拢共款通用啦，嘿，拢通用。啊，其实在写字是较适当，不过就是讲看到，甲看到，无共。无共，啊，若共写字字，就无得分啊。无得分啊。共写字字无得分，你意思是完全无共的。比如讲看到，我看到。看到一辆新车啊！我看到一个查某囡仔水水哈，来看到，我看到，啊，即摆看到，吼，看到足新鲜的，啊，看到这个到在中文的翻译是看了，看了，还是看得，看得哈，啊，看得很有趣，看得很有，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看看得很入迷。哎，对，看到哈，你看到，不讲。所以，这里原来是看到，可能会使，未来叫看看到，就对未使。嗯嗯，对未使哈，对未使。这个时阵，这里看到，我咧想最后就是用罗马尼写，无法度啊，无法度吼。看到，哎，看到，到甲到吼，伊是写掉无共了啦。嘿，看到是安尼啦吼，是一字吼，哎，看到，看到，看到，吼，看到，看到，看到，而且看到是特别刁啦，特别刁就是讲。譬如讲，有人是甲写咧啦吼，嗯，搁撇，有人看到，看到甲看到是，就伫咧这点的，迄个分，看到嘿，啊咧有人写咧吼，啊，咱即摆咱现在咧讲啊，这个系统，嗯，吼，不管你有你肯认同唔肯认同，就是讲咱即个讲爱有一个系统啊，吼，系统啊。咱这个系统并不是安尼，咱这个系统是甲这个改做 F， 看到，这个 F， 哈，这个 F 是无发音，是一个下调记号，参这个 H 哈 ，H 嘛下调记号啊，哦 ，A 这个 H 下调记号 ，H 就是立下，好第四下对啦 ，F 第八下立下，好。那个看到，哈，看到，嘿，看到，看到，无讲，哈，看招河死去，面皮死去啊，招河死去啊，啊，你敢知啊？井盖石啊嘛死，你敢知啊？井盖石嘛死去啊，哈，井，你敢知啊？井盖石嘛死，你敢知啊？你敢知啊？这是敢嘛？哦，敢知，这是敢。啊，不过一般的吼，我即摆拢，你敢知影？你敢要去？我拢用迄落感觉，迄个感觉。唔安，迄唔对啦，我知影唔对啦吼。唔是你唔对啦，但是足济人。嘿，我着。要去写这里。嗯，那是敢啊。这敢吗？敢吗？敢嘛？你敢要去啊？你敢要去？有足侪人写安尼啊！系啊，都有人写安尼。啊，我是写感觉迄个感了。啊，我也是感觉讲。嘿。安尼啊，你敢？你敢要去？对啊。你敢要去？先讲你敢要去啊？我感觉用这个较无顺，我就用迄个感觉，你敢要去安尼？啊，所以啊，我讲没遐艰苦，有一日真简单嘞，大家都会晓读个囡仔，幼稚园个囡仔嘛会晓读个字，通啊，互你用。嗯。好对，这你敢要去？哎，你敢要去啊？你敢知影？啊，你敢要去？哈，你敢要去？你敢知影？这上简单啦。我用改这个，我买个写感觉来干嘛啦？啊，你这里呐不爱用，啊，你用罗马尼哈，罗马尼，好。K A M。哎，敢。哦，你敢哈？你敢要去？好。你敢知影？啊，你敢知影？真是白仔囝死呀！拢死去啊！拢死去啊！啊，过来吼！诶，盲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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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近哦，迄个赖顶管，因为咱台湾真少咧落雪嘛，啊，有个人都爱将迄落雪啦、霜啦、甲啥物盲目啥物拢家滚甲足油的安尼吼，伊这内底就讲着讲叫盲目，我就是看微遐，我就搁再较深的了解讲，霜甲雪无同，还搁有几啊项安尼。霜甲雪，迄就是台湾内底较罕见的吼，即摆台湾的热人吼，盗梦。嘿，对，梦，哦，盗梦，规整啊，盗我拢无看吼。哎，对对。啊，迄是盗梦，啊，盲目吼，盲目就是小可要落雨迄个，啊，雾雾雾，吼。啊，着视线看过去吼，啊，着搁湿湿啦吼，搁无落雨啦，吼，啊，在远远啊，搁看无安尼啦，嘿。盲目吼，盲目甲小云的头上，甲目眉泥白去，哦，即个加。三只三只，啊，即个加，即个加薪吼，
这个嘉新的这个叫做概述，嘉新概述，这嘉吼，嘉嘉一般的人敢是迄落用迄落加减的加，哦，嘿，很糟糕。啊，有的人嘿，啊，有的人有用迄个没有，迄个甲甲乙丙丁的甲，不是哦，即马都拢用这里啊，嗯，真假啦啦，假哦，哎，假，啊，那也安尼安尼，安尼都老师傅他给我答安尼同款的意思啊嘛。这唔对啦，哦，我就感觉讲，其实唔对啦，就是讲，我认为讲用这个吼，这位置面来看吼，无北京话讲无啥搭嘎。唔是啊，问题是这啦，问题是咱即摆个咖喱派即个咖新同事啦吼，咖新同事啦，啊咖新同事吼，即个中文内底吼无即个咖新同事，中文个咖喱派就是打你啊，个打你啊，直接讲打你啊，对啊，啊恁台湾有一个咖吼，咖，啊是讲好就对啦吼，即句话吼，台湾文内底事实上，无适当个汉字当下啦。只一只个照啦，一只个照。啊，即马照讲，即讲加减的加啦吼，对啊，加，哎，嘛是会使啦，系啦，哦，嘛是会使，但是即马就是讲，吼，即个助词啦吼，你即马在讲啊，这是属于助词吼，就是概述嘛，助词啊吼，即助词上好就读出来，上好读出来，甲一般的名词、动词莫念做伙。卖念出来，读出来，上好就对啦。啊，上好出来吼，有一个字典吼，过去是有人主张用加比的加啦。吼。对啊，我大部分吼，我若有写用吼，我就拢稍用自己。你用加比的加，吼，用加比的加，考虑勉强会使一啦，会使一啦。我想若用安尼吼，人较侪咧看到，知影较紧知影。因为甲动词咯，甲名词无关系，来切贵吧吼。安尼较好读啦。啊，一般的迄落做文的歌手也是拢安尼较侪啦吼。啊，假使讲这里汉字你若嫌无爱，吼，啊就加。哦，这足简单嘞！哎，加，哦，加，这就是罗马字的，对啊，加，好，加，慢慢吼，加缩混的吼，诶，迄个头章吼，头章慢慢捏白去，捏白去，啊，即摆有一个问题吼，有一个问题，咱台语常常互人粗化啦吼，因为你用汉字写，你有头章，头章，头华。哎，中文讲头华，讲哦，啊对啊，头华。头章、头门。哎，咱讲头章啊。哎。啊，头章就迄个尾啦吼。啊。尾有迄个章。啊，底啊吼。哎，底啊嘛。啊，叫章，啊，人也有章。嗯。人也无章吼。哎。就会互人安尼讲就对啦。哦，啊，事实这头章吼。嘛，无一定，咱咧讲迄个章，无一定就是讲或者尾章迄个章的意思啦。不一定是迄意思，就是咱发音安尼啊。咱就你白一个红，迄落头章改白一白安尼吼，对无？咱就。咱拢讲头章甲头毛拢讲关系啊，无感觉对也无好啊。啊，所以头章你就甲写头章，啊，若无爱你用罗马字，吼。罗马字要安怎写？章。章。头章。章的中文啊，各位讲安章嘛吼。章。头章的章，安尼看迄落视频，敢会较袂讲，互因底下在讲，啊，你暗吹毛求疵的人吼，安尼就该区别出来。对啦吼，啊，过来讲，咱来转吼，咱来转这个转哩吼，这个转哩。咱顶下就讲过，讲咱某一个朋友，咱共同的某一个朋友，嘿。对啦。哎，对对，伊拢用迄落整玉的整啦，嘿，等，嘿。啊，问题是项吼，问题是讲，咱台语都大家嘛知影，讲台语有迄落上高音啦，吼，有高音啦。啊，等吼。咱看到迄个我了汉风在卖了等大人啦。嘿，等啦。哦，啊，或是写等待的等，啊，或者是写转车的转。转啦，吼。两个字拢在用。啊，其实吼。这。你知道这里哦，
这里反对哈，恁读反，这里是日本话哈，日本人嘛读反啊，反对，反对，反对哦，反对，反哈。但日本话有句嘛是音嘛，伊迄薄哈，薄一片薄，一片一片的哈，薄安尼更爱一片一片的薄，伊有这一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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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写这里，哦。一旦写字里，哎，这写字里呢，薄的一片一片就是安尼，一旦一旦的，一旦的，滚滚滚滚滚，啊，即嘛要来也是个散开啊，对啊，一旦，一旦，这里头旦啦，旦，都旦啦，都旦啦，啊，都旦，就是安尼安尼拗下琴，啊，即嘛等下安尼机会来安尼，都旦吼，啊，所以，搁一个招牌啊饼。其实是这里哦，应该是当大人吼，那这里，哎，这里是这个叫做这里吼，这里的中高音吼，上高音就是都要读当啦，读当啦，啊，咱们咱们当大人的正确的汉字的啊些，嘛不一定哦，不一定啊嘞哦，因为这里这语数吼，为了港音无港语数的啊，好。比如你讲，这里讲等，那么等来，啊个倒等去，就去，你去客家人讲转啊，哎，转转移啊，啊转嘛是等啊，哦，好转嘛是等啊，哦，啊所以有啦，有人写讲吼，哦要等去讲要转啦，吼，我来转呢，哎，我来写讲迄个回转的转啦，吼，嘛唔是唔对啦，吼，嘛唔是唔对，问题是台语内底吼，啊要转吼，啊我为台北。转去家人啊，啊，我转家人，像我转去家人，你甲同学，我转去家人。哦，好，对啊，我踮台北啦，啊，我坐车坐咧，我要转去宜兰，你啊，对啊，对啊，我即马无要转去，我是想要转去宜兰。啊，对啊，哦，啊，你甲讲我要转去宜兰，啊就唔对哦。嘿，转是转。所以咱较主张讲吼，转，吼，即个转会使读作转，会使读作转，但是直接要回去。这个所在下吼，最后用这个还，啊，做还，卖用迄个转，啊，你咧讲迄当大人这个吼，你咧讲当大人这句话用转是可以，用转是可以，用转来读作等是可以。啊，有个人用等待的等嘛是嘛是。等待的等不行。哦。迄个安怎读我无读迄个等诶。嘿啊嘿，我著看迄广告啊，广告著爱写。无爱无到啊，你著台语内底都无。无确定的字上写，啊，那无那个吼，写落啊哩，我都是讲，哎，写落啊哩，嘿，唔免遐济纠纷啦，罗马字啦吼，转就转啦，转就是转啦吼，伊甲你分甲足清楚的啦，转啊，转啊哩，哦，啊，咱即课就是到这暂且做一阶段咯。你刚刚搁找到甲台湾较与切身有关的哦，咱大哥拜托吴老师搁继续甲咱讲，啊，咱即只节目就到这做一个结束，咱后迄啰，年尾搁倒转来吼。